刑法典案，弹劾违法法官、检察官，弹劾违法法官、检察官。阿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，我们认为陈水扁总统他是被马英九，然后介入司法，干预审判，然后把他逮捕，把他用假借审判的假的形式，让他罪行确定去执行。所以我们刚刚这是台湾最大的司法冤案。所以我们都要受给的一公，第一，要平反冤案；第二，我要求邓正义要弹劾当初在违法滥权的法官和检察官，诸如蔡守信、叶汪伦、李泽慧等等，都要来查办。我当初所以会接受这个监察委员的这个任命，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，就是主要的动力，主要的一个使命感。如果夸大一点讲，就是我的使命感，所以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屡次谈到的两个词，一个就是抄家灭族，讲了不晓得三四次，抄家灭族，那他就形容他的本身的受害，以及对他家人的这个迫害。另外一个词，他就说杀红的眼，他形容那些检察官或者法官对他的这种态度，他用了好几次杀红了眼。那所以我只要讲这些，大家都知道他对于那个，他对于过去这段时间他的一种心情上的一种创伤。